敖犬与空姐女友发稳定交往至今，感情甜蜜。今年初更成功求婚，不过因为双方工作忙碌，因此婚礼仍在规划中。日前两人透过社群晒出了唯美婚纱照，让粉丝们都感到很惊喜。敖犬在文中透露，婚礼好像有一点接近了，并附上了销量口味品牌拍摄一系列婚纱照，兴奋直呼这辈子从来没拍过这样的题材，笑称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提前预习一下。只见两人一连换穿五套服装，其中一套造型中发穿上香槟色礼服，展现完美的肩颈线条，搭配羽毛披肩、垂坠式耳环，整体造型十分复古，获得不少网友狂赞。对于女友的美照，敖犬也形容对方就像是公主，美到恨不得现在马上举行婚礼。发发也发文笑亏，第一次看到男友眼中的爱心多到要掉出来，超闪的画面让网友们直呼，真的好期待你们的婚礼，一定会比现在还美啊！Bye.